两个都毕业了。哦，限定的哦。那个场合太多家长了，哦，360加那个延长杆超好用。好了，然后我们是要去现场。从这里出来。哦。好，现在11:34，他们准备出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他们出来了。打保龄球，哦，很好，运动，带他去运动，很好。好了，好，跟中拜拜。跟中拜拜啊！两个都毕业了，别拖了。这个
放桌上。美人鱼你要吗？好。啊，这样子。对啊，他就是这样，对，好厉害，以此用。大杯的吗？哎、欸，对。以此用。都知道我们会拍照。哦，限定的、哦。你们怎么知道这个东西？因为我们吃过的，吃过的。来，你盖吧。好，盖起来。地方来直播，我、哦、那里有人在飞，好，我们到旁边去。这里可以，buried in the flashbacks, all these wicked nightmares are gone.
好，晚安。好，7:15。对，刚刚去快闪飞了一下。今天是我儿子学校毕业典礼。那今年的毕业典礼跟以前都不一样，就是家长不能进去，那变成用网络直播的方式，还蛮新鲜的啦。可是后来我想一想，其实这样也好，因为往年我们进去里面啊，其实我们也是在旁边用很远的距离去拍，就是台上的样子。那事实上现场已经有摄影师，专业摄影师在拍啊，那取的画面角度都比我们好。现在因为有直播嘛，所以你就可以把直播的画面 download 下来啊，再去取你要的画面就好了，其实也蛮好的。像我们今天就是等到他几乎已经快结束，11:30，我们才去学校啊，因为我们住旁边就很近。然后我今天去是，其实我本来也有带 Sony DV1，但是后来我没拿出来用，因为我发现那个场合太多家长了，360加那个延长杆超好用，只是在那种场合人挤人的场合啊，你用延长杆再加360，这角度几乎是你想取哪就取哪。当然画质上面可能没有单眼或微单来的好，可是它至少取得到角度。再来就是因为白天光线够，基本上 GoPro 它是阳光机啊，就是你只要光线够啊，它拍出来其实不差，但就怕说在室内光线不够，那就真的不行。Things come up, things go down, make me turn back around. My spider sense screaming that I'm mad.然后现在的学生啊很厉害，你那个镜头过去，他们知道那是360，还知道能够跟镜头打招呼。我觉得今天拍到几个画面，我刚好大概看了一下，还不错。对啊，哦，应该剪在前面的，我觉得这个算是很难得的画面了。对，然后后来他们就到教室去搬那个毕业证书，哦，搬毕业证书。其实我在拍的那个时候，我就觉得说哇，他们这一刻。领完毕业证书再见面的机会就不多了，哦，所以我鼓励我儿子甚至跟他的比较好的同学说，哎，你们要常联络啊。他们今天下午就约说去打保龄球，我儿子没打过保龄球，哎，对，我说你要跟他去打保龄球，他说他们约我，我说好，那你就去啊。对啊，那我跟他同学说有空，哦，多约去运动，哦，这种是好事情，很好，运动，带他去运动很好。然后下午其实本来有点就算了，今天就不要来上，因为今天好像没什么比较重要的事情。可后来想一想，刚好有一个王先生，他说他滑板就是电池要更换了。我后来想说，因为他难得请假，刚好这个时间有空，我想说在他改天可能不知道改到哪一天了，算了，我还是来好了。其实我还蛮喜欢来办公室的，因为办公室，想玩的东西都有。再来就是因为上班时间哦，总觉得上班时间去玩是一件很不适合的事情。然后今天因为天气很好，所以我想说还是出来空拍一下。然后刚刚飞一下，我觉得蛮好的，对吧？啊，对对对，我今天中午啊有去喝到一个新的饮料，叫做美人鱼啊，它那很特别，它原来是用火龙果跟不知道什么东西混起来，然后后来加一只鱼，然后那店员很妙，本来没有要拍的。他还跟我讲说，欸，你们要拍吗？你不拍我就要盖起来。我说可以拍，好，我就赶快准备就拍，就前面有拍那一小段，蛮特别的。后面一个尾巴，他说那是限量。最近除了美人鱼流行，还有芒果冰沙，我们这几天也喜欢喝这种东西。好，今天礼拜四，那我昨天有买一个东西，因为618嘛。我想618购物节，那买个什么东西好？我买了一个东西，但这东西先卖个关子，可能要下礼拜或下下礼拜，不太确定，到时候再跟你们分享。因为最近蛮多人问我相关的问题啊，对，我觉得如果能够找到配套方法的话，是可以做生意的。对，好，今天就这样，拜拜，周末愉快。哎，不对。
礼拜六听说要补班，好像是啊，不管。10:10，6K，1:25，运动中心。好，再走2公里。